好，我们接下来读绕口令啊。嗯。错了的，大家就看他老门。谁先来？谁先来？肯定队长先来啊！先来。们小王先来。小王先来。开始。老龙恼怒闹，是不是可以谈了？老龙恼怒闹老龙，老龙恼怒闹老龙，龙怒老龙恼，龙更怒，龙恼。哎，不行，他这个帽子怎么起来？下一个，天命是吗？我看到很多次了。我们今天游戏以那个队长的这个头盔谈了。今天游戏名字叫《残队长》啊。来，也来这。刘奶奶找刘奶奶，不。哎，还刘奶奶找刘奶奶买榴莲牛奶，刘奶奶给刘奶奶拿榴莲。刘奶奶找牛奶，刘奶奶找牛奶奶买榴莲牛奶，刘奶奶给刘奶奶，刘奶奶，这个太长太长了。来，快开始。初一吃素，初二吃素，初三吃素，初四吃素，初五吃素，初六吃素，初七吃素，初八吃素，初九吃素，初十吃素。哇，这个也太简单了吧！就是这么，第二个，哎，小胖子那个，哎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恼龙恼怒当闹，我没读错，难的，男的也不行。恼龙恼怒闹老龙，恼怒恼怒闹老龙，龙怒龙。重来！老龙恼怒闹老龙，老龙恼怒怒老龙，老龙恼怒闹老龙。有点上过了。这个真的是有点难升的。全新的，解锁了新的内容。凤凰，还好我没吃到这个。粉红墙上画凤凰，凤凰画在粉红墙。你准备好了。红凤凰。粉凤凰，红粉凤凰，红粉凤凰，粉红凤凰。嗯，重来。粉红墙上画凤凰，凤凰画在粉红墙，红凤凰，粉凤凰，红粉凤凰，粉红凤凰。输了，来，好，第二轮哈，王树。你一拳，我一拳，大家一起受一下。只有三张。哎，这个是，哎呦，他们接，桥上带刀，刀倒。我、这不是带刀哈、这是吊刀。桥上吊刀，桥上吊刀。吊着，倒吊着，倒吊着。桥上带刀，我先把这个顺一下。刀，你认字吗？吊着，刀吊。你认字吗？你学了？我去，你有什么认倒的字线的吗？上过学没有啊？不是，认识的到，但是它连在一起就有点。我先顺一遍哈。啊，桥上吊刀，这个还可以。倒吊着，就把你倒回来吊着。倒吊着。对，你要做这个动作。倒吊着，哎，可以。然后绳断刀吊。倒吊着在刀上，哎，倒着吊在刀上。倒着吊在刀上。倒着吊在道上，对，桥上吊刀，没开始，吊着，一个没用啊，这个，桥上吊刀，倒吊着，绳断刀吊，倒吊着在道上，倒着吊在道上，是这样子的吗？你倒吊着道上，倒吊着，指哪个部？嗯，就六，再剪刀布，
我这么厉害，抽我有什么意思呢？天命所归，这张，这张，这张。哎，来了，就不是很长。哈哈哈哈哈！是经典的来了，比较经典的哈，黑化肥化肥啊，来，黑化肥化肥啊，来，谈谈谈，黑化肥化灰是吧？发灰，黑化肥发灰啊，发灰，黑化肥发，黑化黑化肥发灰。花哎，灰化灰化，灰化肥发发灰灰灰灰发肥，黑化肥发发灰灰灰发灰化肥发灰灰发黑。哎，谁写的这个？我这么厉害，抽我有什么意思呢？真的来，真的来，真的来，来一遍，来一遍。黑化肥发灰，黑化肥发灰，黑化肥发灰。你读慢点，读慢点，快点，读慢点。黑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化一个小时过去了，灰。你三个小时，三个字都错。黑化肥发发灰发灰，黑化肥发灰。我们到了关键词卡练一下。灰化肥，灰化肥，灰化肥。哎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有毒吗？黑化肥发灰，灰化肥发黑，黑化黑化肥发灰，会挥发挥发灰化肥，灰化肥发灰。哎，好难呀，这个我这么厉害，抽我有什么意思呢？石头剪刀布。哎，我赢了，是吧？赢了的先，是吧？赢了的，是吧？赢了的，赢了的来。我们那个地方是标准的，就是喝风不分，黑化肥发灰，灰化肥，灰没错对吧？哎，灰化肥发黑，黑化肥发灰，灰灰发灰。化肥发灰，灰发黑。你要每一个字都用尽全力。黑化肥发灰，黑化肥发灰，灰发。真的难。黑化肥发灰，灰化肥发黑，黑化肥发灰，灰挥发。灰化肥发灰，还可以啊，可以。OK， 今天挑战非常的圆满，对，好圆满哦。老婆分，我的头好分呐、啊，打败，好，鞠躬，好，